凄惨毒毙啊！哦，阮遮海墘的查某写批讲惨的加倒挂，其实百工百业吼，影响的都非常多啦。跟我直接比较有关联的，吼，我就直接讲，跟我本身较有关的是，因为各位大家拢知影，我是一个卖鱼的嘛。啊，卖鱼啊，相对有上到这个透早，这个卖这个油汤蛋，也就是讲供应基站都讲遮的卖肉臊饭啦、鱼丸啊、汤汁有诶无，鲜鱼汤店，而且。我在社区里面，在这草地内底看到这卖馒头、卖豆奶，这是有够食，那有够凄惨。哦，最重要是这些餐厅跟这些饭店，因为呢，习惯改变，三级防疫提升了之后都禁止内用啊，我们可以去思考，消费族群不一样，方式也不一样，重点的是成本嘛无同款，啊，搁一摆个是员工。甲头家拢几十年的感情，大家都知道搞死猪哥嘛无命，搞死搞死嘛得爱忙啊，所以呢互相就体谅，员工甲较老员工会体谅头家，头家嘛伫咧艰苦呢，有开了薪水，无开了店租，但是这款情形会当维持偌久？搁再来，这员工甘愿生活？这头家的支出拢固定，多亲像拉条两头的。其他的百工百业里面，我们真的不用再说。回到刚刚讲的那个问题，我大概稍微有一点了解。我第一想想讲，为什么大家今天造成这个情况，大家拢无足重视原因的问题？百工百业的萧条，这个等于半封城的一个状况，经济的往来都。都整个活络不起来，重点是你这栋有够厉害。我带你讲选前三名歹势，啊，选了三名就歹势。各位，恁应该爱相信这句话，到即摆恁体会上第一心中诶。因为呢，当初我们台湾是一个海岛，病毒不可能在台湾本身产生，啊，不然就叫做台湾病毒，不会叫做武汉病毒。啊，什么人把病毒摕入来？病毒互咱造成遮侪不方便，也搁在。大家可以想，这些绿营的名嘴，难道可以把它导向3+11的问题，要把它淡化，破口会变成万华。各位，现在包括美国进来的疫苗，我说刘志强在讲的，都敌人超得党的，都在安尼讲的。你们可以想一想，蔡政府收买到的，即卖所谓疫苗，除了 COVAX 分配，只有70几万甲30几万的莫德纳，全部拢都人送的。这些东西都可以跟拜托去跟高层，高层说，啊，我台湾真的很艰苦，凄惨济寡，无只疫苗来，就死这么多人啊！拜托你疫苗先反应者，这句话是咧形容失灵的政府。各位，所有线顶的好朋友，足久无见面啊！啊，我有改变讲话方式，但是你冷静去思考，咱今日去把政权交予这个诈骗集团，咱必须啊，咱咧用人命。跟他陪着上赌桌去赌掉，我们付出的代价是几百条的人命。明明就是你政府失灵，你疫苗政策失能，现在变成导向说，罗志强讲你是乞丐疫苗，是在形容你失灵的政府。啊，这些绿营的名嘴变成你的拓跋逢君当马良，指鹿为马，讲什么咱的藐视美国啦，藐视日本，讲因的疫苗好难，咱搁咧甲你。提醒个大口舌，这句话，那民进党那在一堂见小偷卡挖一个坑，当得弄两位事情，这含民主党个地周公的无。在这里，我真的要很清楚的告诉所有的老百姓，政治2020年，我们已经既然做了选择，但是你要想清楚，安是个监管交代好，伊叫伊甲咱管理。如今这些老百姓含生存权、生命权有受到威胁无？您家己去做论证，我就真的很想不清楚，全世界经济也即经过认定的疫苗遐尼济，今天听到蔡英文讲的那一句话，您别听一个头壳拢从那拱起来。还有法律的问题要解决，我们要想不想 ？A D 有没有紧急授权？莫德纳有没有紧急授权？这个都不是有法律的问题。蔡英文你都可以解决 ，BNT 还有法律的问题，他要研究。您敢听的对？直接吼，叫你这个镜头，叫你这个媒体做一个民调。如果你还相信蔡英文，你加一；如果你不相信蔡英文，你就减一。
我讲一个上明确的事实，明明就是你疫苗的政策失灵。当初年前的 B N T 的疫苗，吴子嘉讲的那是假，那是好笑的话，政府含过也无过。然后呢 ，B N T 有没有政府这个蔡英文被张亚勤在访问的时候说他有没有阻挡 B N T？ 各位，最后面他在讲到哪一句话？你想到真正黑姑袂论在那扫？是温三北。温三北，可是对小市民来说要过日子啊，日子还是要过嘛。那现在就港口哎，听说你说你们那个附近很多餐厅是请不起工人的，是不是？那现在情况有多惨？即摆我就甲你讲啊，要出去死一个，唔出去死一家啦。要做得爱了薪水，唔做得爱了店租啦。即餐厅即过去即跟我相关的生意大，从盖至即话一礼拜做一工两工，甚至关店门久了个无做生意，差非常的多。讲甲我反映过去到晋江时的生意，拄拄啊过去的十分之一也无够，自己糊口都有问题，还有办法请的工人吗？而且我在这里要跟大家报告的，最近劳工纾困贷款，大家干干个样都没挖一起安装，所以政府没有帮到忙哦，啊，不是拿钱出来纾困了，倒对倒回去的倒。倒忙对，帮倒忙，倒回去的倒。纾困，纾你的大头困的纾困，你还未到一万的，你还未到三万的，这一只挨个凄惨济寡，真可怜。因为因唔是为，我就讲白了，很多这些餐厅老板说他以前拢钟点的工人，啊，钟点的工人有时候在劳保的就会产生一点问题，甚至呀，有做有钱，我加做刚刚打的工。啊，真简单，我的工啊赚，工啊吃，工啊若无赚就做去吃。啊，起码含头家都未生活。你说，这些老百姓何其的可怜。那我要问问所有的好朋友，好久没跟大家做碰面了。你在最近，我看到这农民朋友的问题，各位，你唔通以为讲大家拢在关心疫情，这正是这农产有偌严重。北农尤其发生的确诊案件，现在以前大家都在吵得沸沸扬扬，大细汉拢在关心往来的问题。各位，即摆往来放伫园林底好烂，你敢知影偌济？农委会的陈吉仲主委，你要不要下来看一看？凤梨跟芒果跟芭乐真有偌严重？好，你家己不要坐在冷气房里面看数据，跟陈时中一样，每天宣布的只是冰冷冷的数据，你敢知道？